4月26日，一众女明星出席时尚活动，最受瞩目的当然是因为赵就门事件而变得低调的杨幂。在路人镜头下，她美得一塌糊涂，杨幂真心瘦，全身没有一点赘肉，小腿非常纤细。面对路人的拍摄，她还露出甜美笑容，心情非常好。小 S 这一身特别像斑马，全程卖萌，拿着粉色红的包包，整个人也变得娇嗲了起来。同场的还有两位小花，都是甜美类型的女星，其中一位是穿了小黑裙的唐艺昕。最近很火的孙怡也来了，她是新上位的小花，资源很好，常常现身这种时尚活动。她的身材与颜值都无可挑剔，气质在众小花当中非常突出。